你一个人在这儿吗？我？你怎么不理我呀？你在跟我说话吗？啊，你一个人吗？对呀。你有没有对象啊？没有啊。这么巧，我也没有。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女生啊？我也喜欢你这样的。你下午有没有什么安排啊？没有。那反正你也一个人，我也一个人，要不然下午我们去吃吃饭，然后逛逛街。好啊。那我们去哪？你在跟我说话吗？你不是在和我说话吗？我在打电话呀。不行。哎，那个小哥哥，哎，就是你有没有对象？没有。那我可以跟你玩个游戏吗？什么游戏？就是跟你玩一个捉迷藏，然后我数三二一，闭上眼睛，然后如果你找到我的话，我就踢你一下。啊，好，闭上眼睛。3 2 1 什么情况？什么？你刚跟我分手你就谈对象了？啊？他不是你对象吗？不是吗？他原来你跟我分手就是因为他。我们两个。什么？就是意思就是我俩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就已经跟他好上了，是吧？哎呦，你俩在一起多久？两年。哎，哥，两年，别走，别走。像风一样自由，笑想你的温柔，无法挽留。哎，小哥哥。哎谢谢你啊，小哥，加个微信吧，我扫你吧。那我回头请你喝奶茶。怎么了？好吃吗？